风不要停，感受奔跑的声音，紧醉笃定。天不要明，倾听等待的心跳声，勇敢者的真心情。是迷途中最亮的星，照亮了未来和曾经，支撑着每一段路前行，生命中所有拥抱和相遇。云淡风轻是归途中最美的心情，你的眼睛点燃了现实和梦境。云淡风轻，下个轮回是否淡定的表情。高副队长，我是老三连出去的最后一茬兵，我只是希望对老三连做点事情，所以说。我想向更高级别的领导汇报这件事情。你想越级汇报？我只是希望您给我提供这个机会，因为一个基层的老兵更有说服力，希望您批准。以后再说。龙飞，来吃药了。这水有点烫，给你晾一会儿。来，给我。老龙啊，都是我不好，这以前老跟你不对付。其实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人，可是你得把药吃了，把身体养好了，你才能做真正的军人。高副队长，你经常来吧？偶尔吧。你不善于撒谎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跟三林有关系。郭有栋，你很出色，可是你不能变得狭隘，因为三林。三林在哪儿啊？这儿就是三林。这儿就是三林。先聊，我陪他去转一下。高副队长，难道对一个部队或一个番号的忠诚叫做狭隘吗？对一支高速发展的军队而言，改编和扩编势在必行，我们只需要做两个字：服从。心中有信仰，处处是三连。也许你说的对，也许是我们跟你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对情谊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。吃啥点啥，吃饱了咱找旅馆去。来，好，你点。点菜。
老板，都是肉菜啊，有素的没？兄弟啊，肉菜可是咱们家强项，拿手的有酱腔骨、水煮肉、杭椒牛柳，你来哪个？谢谢啊，那咱换一家吧。行，走，换个地儿。 兄弟啊，都不喜欢，跟我上后院，有硬菜。啥硬菜？刚逮的活狗，现杀现做，包你满意。走着。走。 肉嫩着呢，把犬放了。你说怎么吃？红烧或者炖个汤。喂，把犬放了！这我花钱收的狗，凭什么你说放就得放呢？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，把它放了！老师，老师，干嘛呢？放猫了吗？放开！ 我跟你没完！干啥呢？干啥呢？把东西都给我撂下！快撂下！老谢，这狗多少钱？姐买了。这狗是我花240收的，你看着办呢。250，不用找了。 家就赶紧回去，那家想去哪去哪。哦，你给我记住了啊，躲着点坏人。看看这小东西，认准你心软，粘上你了。 打算带他一块去旅游啊？咱不游了，回去吧。回哪儿啊？三林，走。啊！ 老傅可是咱们的宝贝，路上一定要帮我照顾好。是，谢谢队长，拜托。郭董，喂。
拜托你和步枪了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小妖，拜托你和涛涛了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汇报的机会来了，自己把握。我懂，拜托你和豹子了。保证完成任务。报告。队长，在去比赛之前，我有件事情想向您汇报。公事还是私事？是大事儿。说说看。安置退役军犬，对每个单位来讲，一直都是难题。如果只是简单的饲养，这些老犬会感觉到特别的孤独，甚至会抑郁自杀。您知道，在三连曾经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三连的编制虽然没有了，但是营盘还在。如果这次比赛我们取得了好成绩，希望队长能跟上级争取争取，为这些老犬建一个安置所，让这些为国家做过贡献的老犬不仅有饭吃、有药吃，还有人陪，过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晚年。报告完毕。郭跃东到。是要挟吗？是心愿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情组织上早有安排，去年就已经写进了工作计划，很快就会展开。谢谢队长。好好比赛，争取好的成绩。是。直到刚才，我都不敢相信，涛涛真的可以代表军犬队参加比赛。有希望不难，难的是把它变成现实。你做到了。谢谢。把手给我。幸运绳，以前编的，一直没机会送给武强。我能感觉到他在看着我。兄弟，给他扒拉出点菜盖上，要不一会儿凉了啊。好，哎，嫂子，你也赶紧坐下吃吧。宝，不要客气，来来来，你快坐，快坐啊！我再给你们甩个蛋黄汤，一会儿就过来，你们吃吃啊。哎，老谢，这个是你爱人，来过三连一次，你都不记得了？哎呦，那我给忘了，忘了好。忘了总比记得强。如果世上有种药，能让吃了就把事情忘了，要多少钱我都买。那你到底想忘什么呀？哎，宝儿，
有酒没？报告，有，我整理仓库的时候找到的。那赶紧拿去啊！报告谢班长，条令条例规定，工作日不准饮酒。我跟老龙都在休假，不受条例约束。去拿来吧。是。你刚才问我想忘记啥？就是他。这是什么？小米。他救过我的命，估计你也忘了。他牺牲了，所以这就是你想忘掉的。我恨不得把脑袋撬开，找到装记忆那块肉，我把它挖掉。我可不这么想，我恨不得把所有的记忆都给找回来。可是我找来找去，我这儿还是一片空白。连长，谢班长，我去值班了，你们少喝点。去吧。是。走一个，来，走一个。自打小米走了以后啊，我怕做梦，我怕做梦梦到小米。老谢，我也天天做梦，而且我梦见的都是自己熟悉的人，还有熟悉的事儿。可是我连他们的名字都想不起来。最怕有人安慰我，好像怕我忘了。你的犬死了，你谢连成就是个废物。他们所有的人天天提醒我，告诉我发生过什么事情，我认识什么人。其实我只想搞清楚一件事情，到底是谁啊？他们找了条犬，让我送东西，我没干。为啥呀？我满脑子都是过去的事儿，我怎么从头再来呀？对了，老谢，给你看看我的日记本，我每天都在记，我恨不得每分钟都在记。他们告诉我，要不然干脆把过去的事儿全都给忘了。眼睛朝前看，从头到脚做一个新人。做新人有什么用？那我这30多年就白活了吗？老谢，你怎么看？老谢，我们都喝醉了。对，来来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烟给熏着了。没事儿。喝酒了？龙飞是病人，他怎么可以喝酒呢？哎，妹子，妹子，
听嫂子的，让他们喝痛快了。就这一次，行不？来自全军12支代表队，36条军犬，将进行2大项、8个科目的角逐。每只军犬的名次分数将计入团队总分。比赛结束后，总分第一名的代表队将获得冠军奖杯，名次积分最高的军犬将获得全军犬王的称号。快快快！精神抖擞一些，记着来。哎呀，比赛还没开始呢，低调点吧。就咱们这3条犬，想低调都难。你好，我是军事频道的记者，请问这次大赛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这次啊，是奔着冠军的奖杯和犬王的称号而来的。我们不但要成功卫冕，而且我们要赢得漂亮，也让我们的对手心服口服。当然了，我也希望其他的代表队发挥出高水平。这次卫冕最大的对手是谁？在赛前有没有做针对性的制定战术？对手只有我们自己，我们代表队从不针对任何一支队伍制定战术。只要是我们发挥正常，我想我们卫冕冠军不成任何的问题。军事频道的记者采访啊，那你们这次对拿冠军有信心吗？有绝对的信心。信心从哪里来啊？信心就是我们有优秀的犬，并且还有这些优秀的训导员。你看我们这些战士啊，就凭他们的精神头啊，能拿冠军啊？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对。追踪搜捕第一项，咱们第一个出场。这样吧，让豹子先上吧，他这口气憋了4年了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指挥军犬穿越障碍，要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就躲在其中的一顶帐篷内。注意，前面有一片雷区，需要绕行。第一组，1203号犬准备。报告考官同志 ，B 战区代表队获得考核犬准备完毕。请指示，开始。是。报了，走。看来这一轮咱们要垫底了，必须得想办法扳回来。除非你们俩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打破全军纪录。坐，豹子，坐。来，这边。坐。坐。这边。坐。
12秒。哎，午饭在锅里呢，自个儿盛去。啊，我不吃了。哎，干啥去啊？有事儿。你干啥去啊？有事儿你也得吃饭呢，你。慧琴。梦见小米了。哦，那挺好啊。走吧，先去吃点东西啊。他没死，他就在青寨的狗市等我呢，我得去。站住！你现在巴不得自己就是条狗，今儿你哪也不许去，我看着你。慧琴，你相信我，他真的跟我说话了。好，我相信你，相信你啊！走，咱们先回去吃点东西。慧琴，我昨天晚上吐了那么多，赶紧去吃点东西。走吧。120二号犬，5分41秒。快赶上全军记录了。120一号犬准备。郭东，该你跟步枪了，放松点，别有压力。好。嗯，啊，这条狗不错呀，啊。报告考官同志 ，B 战区代表队郭晓东、考核前准备完毕，请指示。开始。是。步枪。就。这样下去能破纪录。步枪，走。
送。步枪，送。送。送。漂亮。也差不多得了，走了。120号犬，5分32秒。好。中队长，老郭破纪录能加分吗？按照比赛规则，破全军纪录，额外奖励5分。太棒了！去了以后还能让你想起点啥呢。哎，别愣着了，赶紧换衣服啊！行，我在等你。比分只是暂时的，3分的优势说没就没了。下面是搜毒项目，是他们的强项。每个队只能上1只犬。谁上？涛涛吧，他的嗅辨性最强。老兄，看你的了。涛涛，看你的了。120号犬，准备，预备，开始。涛涛，嗅。涛涛，嗅。涛涛，嗅，嗅。涛涛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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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，涛涛秀。特别稳定，一定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。完了，等待处理了。你们在这等我，我去赛委会看看。别着急，大家都别着急，等熊熊回来以后呀，问问情况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的比赛现场突然发生了意外情况，来自 B 战区的1202号犬突然扑向了裁判员。比赛暂时中断。有没有搞错？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，肯定是那裁判长得不像好人。你别管好人坏人，你这什么人？这不能咬裁判呀！说这要取消比赛成绩，那冠军指定就没戏了。就是。咱俩都转了大半天了，有没有你说的那只犬？哎，来都来了，再看看吧，前面还好多呢。
连长，你在这等我，别动了，我马上回来。跑了个精神病，拦着我的车不让我走。秦同志，你听我说，这小子你们好好查查他，拉一车的犬肯定来路不明。这样你们给我来看一下吧。走去看一下。看看，你们看看吧。同志，请出示您的驾驶证、行驶证还有运行证件。啊，您跟我来。同志，你这么拦车太危险了，以后不能这么干了。以后我还拦？您看看，我就看不得他们这么虐犬。看，犬还受伤，笼子还这么小，你说他们是不是人？啊，对不起，请出示您的证件。赶紧，你是军犬队的，解放军同志，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。查过了，证件齐全，买狗和卖狗的手续也都有。不是警察，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他扣下？对不起，我们得按规定办事儿。不是警察同志，哪怕半天也行。你让我给犬包扎一下，给他们喂点水喝。对不起，手续没问题，必须得放行。司机师傅，您可以走了。钱，你个疯子，你个畜生！Thank you.
核酸验采样，徐州呢？哎，师傅，不好意思，等我，等我。大哥，你找工作啊？三林，你认识我？哎，认识你，你叫啥？不知道。啊，走，跟我走，有茄子，走走走走。哎，你俩上车了，走走走，上车上车。哎，走了，上车。师傅，开车。高副队长，赛委会怎么说？按照规定，取消了我们搜毒项目的成绩。我们应该申诉，让技术处把比赛录像调出来。这次的错误很大，技术部门已经确认了，如果我们强行的申诉，只会对咱们不利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涛涛，你可是八一的种，怎么这么不争气呀？比赛只要还没有结束，我们就有机会。咱们现在能排第几？现在总分排名第九。如果想进前三，那接下来的搜捕和车辆搜爆必须拿满分。如果破了记录的话，拿冠军有戏吗？哼，理论上还有这个可能，不过排在前两组的必须要发挥失常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下一个项目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扑咬项目，120一号犬准备。步青，现在全靠你了，回去我给你炖牛肉吃，啊。预备。步青，注意。国际高手，那个是侦察兵，手挺利索的。但愿老郭和步枪能顺利通过。但愿吧。什么但愿？必须。快看。距离有
情叫做的，有种心动叫做的，有种默契叫做忠，有种信任叫做宠，有种快乐叫做疯，有种分离叫做痛。就在那一刻，世界安静了，你不是我的朋友，你是另一个我。就在那一刻，世界安静了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是另一个。